一听价格，您就没声了；一看质量，您又心动了。如果您在乎的是质量，就请尊重它的价格；如果您想要的是便宜，请不要妄想会有好产品。任何行业都一样，同意的点赞。好的材料你可以买得到，好的师傅你不一定请得到。好的师傅他手艺好，干的活也好，要的人工费也是高一些的。人家手艺好就值那个价，然而你又嫌贵，嫌贵就只能请。